我不可能啊！我要不要去外面种啊？哦，你是说倒水的那个方法？对啊，哦，去外面种吧。倒水那还方法是不是有一次改掉了？哦，锤子锤还子我。还你，没什有么啊。泥块的，就是在里面哎，长出锤子了。长长出出锤锤子子。啦。你出来。怎么感觉很神秘儿子没有被改哦。有了，这个会比较快啊，不哎，会。对，用幸运会不会比较多的？好像没有，幸运不是只对有挖经验那些有用啊，这个不没知道有，啦。我看起来是没有。需要很多，再来，再来，哦，这次怎么比较高啊？跳不上去，不够高，很小，很小。那是我听到安德的声音。备份安德中，森，地图要备份啦。好像小雨的 ID 14个，看暂时到够亮了。晶晶。暂时够了，好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感谢。好。算。我这更高啊！我的妈！一次比一次高吗？对啊，越长越高喽。好爽哦！家住夜市附近都会闻到，也不爽啊。有人说家住夜市附近狂闻到，都会时不时闻到烧烤味。不一定好是饿好哦！对啊，我后来想想不对，不一定是好事，是搞不好是坏事。好饿哦！特别是那个夜市，都是晚上的时候，你又闻对到那对个味对对对对对。道。所以我说啊，我原本想说好爽啊，不对，不爽不爽不爽，这是不爽的，这是不爽的。哇哇哇！3只鸡是怎样？三杯鸡哦。3杯鸡，好，这边爽！三杯鸡了。你把它剁了吗？对，剁了。糖，这里8根，为什么木材你会跑进去？摸不到。然后我需要可以很多帮我问小雨有没有开台吗？你可以自己去看啊。你看他的台有没有开啊？对对啊，这个一定是呀、啊。没有追随我的台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哇，看搞不他好这人个家意追思。随了就找不到啊，是不是？确实是没追啊，结果追错人那就是没了。心呀、啊，没哎心。呀，要不然就是没有按赞 FB 粉钻啊。没关原系，来没然关后系啦。也没有那么想看台，没关系。你今天的语气整个就厌世到爆炸，到底怎么啦？没他就有，是今很天累而刚已。回家。哦，啊，对，我要先烧一些玻璃，等一下会用到。璃，要烧玻璃。哦，这个智障安德，哇，这么凶啊！哇，这然后自己去么凶柴火啊，哦，然后他这么掉了凶一的个朦事。胧之心钻哦。朦胧之心是虾米挖沟？稀有道具，就他有10%几率掉落，就10%，就10%，所以他要干嘛？哦，他可以跟我讲10%会掉，我不知道，我哦，他可以干嘛？我看一下哦，他可以做很多视频啊，还有10%几率掉落，他能做什么？还有十趴几率掉落，还有10%几率掉落，没有，就像飞行宝藏就需要他的材料啊。哦，了解。我跟你说，这东西很稀有。他做十趴他可哦，以干嘛？这有十然趴，后他所以他到底可以干很嘛？稀有十趴，十趴几率哦，很稀有。那我今天是不是剪片也锵锵锵我觉得你今天锵锵的啊。输完被赶回来，哇，你输到脱裤子还要被赶回来哦，天啊，多可怜！他说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你可以走你了。走吧，好像很哀你伤，没钱了，好可怜哦。不能再赚你的钱了。你没有钱了，你下去换一个上来。下去。下去，红石，
这里。哦，这样挖就可以了。可以怎么了？没事，没有10%，突然有10%几率哦。突然有人问了我一句说：“请问小雨，你有魔力钢钉吗？”魔力钢钉是有，不是自己去扔。哦，你有有哈、哦，好。观众问的哈。对、啊，可是为什么观众要问我？你这个干嘛、啊？可能帮我们两个问的吧。没有没有，可能是因为你，可能是因为你没开台，然后他又很好奇你有没有。哦，对对对。行。这问的也太突然了吧。神逻辑。是神逻辑、啊，原来今天都是跳脱式的思考、啊。你这个超，你最跳啦！你这个跳到爆炸的，跳10%几率哦。那10%先生，10%先生，10%那边熟头啊？熟头，九头，应该没熟头。你要抵俗托吗？抵俗、你刚要抵俗？抵俗？抵啊！我刚这抵俗顶扣扣哦，抵俗顶扣扣。哎，嘿，所以，你讲的，所以，嗯嗯，怎么繁星指道？第五台有防弹少年团的直播吗？别光大笑。他说你知不知道防弹少年团、哦？知道，我叫繁星指到第五台。太痛了，他是很想知道你到底有防弹少年团的直播这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防弹少年，就是防弹少年团啊。那是什么？动漫一个很夯的团，一个韩团，韩团一个很夯的，就是最近夯到爆炸。哎、欸，是最近还是夯很久了？我没有一阵子，已经一阵子嘛，就夯了很久了。但已经几年了。我没在追团、欸，还谁啊？就是要有追团的，应该都大概都知道这样。对啊，我还在追团的时候，他们还没红。刚来的安安、哦，然后你追完之后就红了，追的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追韩团，没时间啊，太忙了。谁在问啊？小雨没开台，好，谁再问小雨就帮他编了，让他去冷静。让他去冷静，木瓜交给你了。下去弱弱。有人来钓你鱼的话，你就没关系，尽量摇饵。摇起来。尽量摇饵。对，把饵摇起来。没关系啦，过年开门红一下。对啊。强化升级做完了，好吧。这个是装备啊，大家都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会浮在天空，是不是开外挂？是啊，不是开创造在玩，是不是开创造？哦、为什么开创造？团团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行？不行，你不可以这样！等下跑到我的台，团团会飞，繁星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不要，他不是说会飞，团团开创造耶！团团开创造，你为什么不开？你开一下，团团都会飞，你怎么不会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就说，就跟你说要这样做翅膀了吗？就发现我根本不是因为有做翅膀的关系。哎呦，感谢礼物，我要来去找地狱砖了。不用啦，你上完厕所不用来跟我讲啦，上完厕所就好了啦，不用。我有洗澡啊，我厕所上完了。嘿啦，你不用来跟我讲啊。他直接甩给你看，我有洗手哦。你要不要我？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讲啊？感谢生母9190啊！先放红9190，对吧？9190港币。我想说9190，我是9190，这个哦，吓到了吧？都吓到了，坏的。再来看好多苹果，艾琳有没有很喜欢？你看苹果一排，有买圣贤、地狱疙瘩、火药。
好啦，我去换一换，看你们后面可以换什么。对啊，你讲了一大串，我看不懂啊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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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有末影发电机，看起来很酷。你们那边有没有不想要的地狱砖啊？地狱砖，有地狱石啦。你是去烧吧？你去哈基家烧，烧超快的。啊？去谁家烧？哈基家。为什么？他家有什么东西？他家烧的比较快，烧地狱砖那些比较快。居然吗？还有这种的哈、哦？有啦，不会骗人呐、啊。好神秘哦，只是觉得很神秘而已。哇哦，哇哦！女娘子快出来看，团团在天上飞。干锅的是那个 witchy 吧？我是 wizardry。我赶快，砖，我赶快，红石砖杖放到右边记里面。那我要去哈基家了。嗯，要带地狱石啊？干嘛？对啊，我要带去了。好，我每个人家的地狱石都很多。好，我的都已经送到虚空去了。不然你可以附个稿子，那边加燃烧效果，帮你烧好的效果。它哪一个地方可以烧很快啊？从哪个地方？它的下面你是哪部位吗？不是啦，哈基的房子下面吗？哈基的下面啦、啊。你是说哈基的下面？你是说工具还是哈基？啊？你面对哈基家，嗯，然后它左边，它有商店区啊。的下面，不要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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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要进去哦。哦，我进来了。嘿。啊，跟你讲，不要进去啊！对啊，我在外面了。嗯，啊，你贴墙壁，墙壁有个那个啊，有个下楼地方啊。贴墙壁，我现在在外面嘛。我看到天然洞窟，不是这里。不用去，还在他自己家里面。哦，是在他里面。你进去之后，左边。嗯，哦，有一个路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要放。小提醒。IC2 声音关闭。What？其实不会很大声啊，就烘干机的声音吧，烘衣机的声音。所以是把石头放在火力发电机就好了。欸，不是，它有一个那什么东西待燃烧、待烧的地方。嗯，待烧的地方。就在楼梯旁边而已，梯子旁边那一些洗衣机。洗衣机？很像、啊。电炉吗？对。啊、哦。你们有遇到板条箱不能第二页的窘境吗？我没用板条箱。没有。那繁星有吗？板条箱怎样？无法第二页。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说我的板条箱无法第二页？哎，是。好，但你怎么解决的嘛？我不想理你了。我不想理你了。好好听话。这个真的好像在烘衣服哦。是不是很疗愈？你想坐在旁边看个报纸什么的、啊？我怎么解决的？我就是。自然而然就解决了，真的是洗衣机耶、欸！我形容的没错啊，真的想基因器这个吗？好，再不听话、啊，我想坏，我想知道你怎么解决的吗？我那时候就是好奇，想说为什么你可以，结果我回家之后发现，哎、欸，我也可以了、欸。好，这样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去。干我家屁事哦！可问你家点一点就好了、啊，然后你就把他家的点到不能低而已。好好听话。对啊，你不行的，喂 ，Why？ 干你那个点哪里？啊，中式板条箱啊！我没看到你耶。嗨嗨，我没看到你啊！我可以点第二页，大力点，拜托，有种有本事你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不行，我饿了。声音是这里，好，这个好酷哦！你再走一下路，我再走啊，这里跑步跑步，这里吧，没有。完全另一边，左边放空主峰，我离你有点距离。嗯，我可以点，你要重开游戏了，我没看到你耶。
你不然去，你去看其他人。你就重开比较实际。我要在你附近叠满。你要全部重开哦。你开隐形啊？我没开啊。嗯，他说你开隐形。工蜂一只一只配下去，就会是你想要的。这是什么东西有隐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不然就是你真的是出问题了，所以我看不到你。他记得这个烘干机没电怎么办、啊？他旁边墙壁那些就是发电机，你在左上的钻石箱子拿他的木材扔进去，或是你身上有燃料可以烧的，就扔进去。有储电罐，我也想做一台，我觉得他那个升电升好快哦。哇，我看到你了，寿司啊！你快死了、欸！寿司板就写不多，我刚弹你，我就半条鞋不见了。好，你再看看板，你看看板条箱可不可以开？太酷炫！有了，有了哈！不能点的时候重开游戏，没办法。想跑啊？还想跑啊？发展啊，所以电比较少嘛。什么东西？有人说为什么你们没有？是不是？有人说我的电，你的动作，你的发电也太慢了吧？我又不是工业主义。我们不可以抢了别人的模组来玩。对啊，我只是为了种田，然后去研究蜜蜂、欸、不然我们要研究蜜蜂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动我的村民，那只僵尸啊，他死了，村民死了，僵尸死了。哦，他自己踩在刺上面，一直想要去碰村民，然后就踩着踩着就死了。一二，这样子，好了。他记得矿也是蛮多的，多做几台发电机 哦，是可以的。可是我好懒得做那么多台哦。哦，我过阵子就要做一堆了哎。啊，对，我跟哈基留个言好了，留言一下。你说你来过用过了吗？对对对，我用过了，我用过了，哇，用过了。我想要做。我也去研究一下那个哈基那个好了，大家都想要那个炉子，我想要更强的发电系统。我觉得那个很棒哎、欸，可是要用到那些铜线啊、橡皮，我就觉得哦头好痛哦。哦，好大声，做个两个火力发电机哦。然后这个，一二三四。哎呦，白痴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莫名其妙的续订，感谢节操续订。哎，小雨嘞？嗯，在干嘛？你在做什么？挖矿啊！有挖到吗？你缺什么矿？可以跟雨月说啊。对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挖挖挖，然后顺便练我的那个稿子。哦，好哦，你可以去地狱玩啊。欸、我问个问题。我在地狱啊。哦，我如果现在我离开哈基家，他的机器还会运转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、啊，离太远了。就是，好吧，我乖。这不是常识吗？我就想说，伺服器应该没差，你知道，因为伺服器都一直在运转。哦，没有哦，还是有在 chunk 的喽。就是穿肉的啊，好吧。穿壳附近有毒区，它才会运转呐。嗯，海底对啊，海底是 IC2 的火力发电啊。嗯，他不是听他说他之后要用核能还是什么鬼的，我不知道。他一直在那边收铀，感觉爆炸很可怕。对啊，我要爆炸不是就毁掉了？有安全核能啊。不会爆炸的核能不行，他自己做不安全的。你感觉你也想看到他爆炸、欸？爆炸不是啊，我觉得观众就可能就会说，那做不安全的、啊，就是喜欢看我们爆炸之类的嘛。然后我在旁边，然后我就偷偷点一下，他嘣！你稍微把他的那个数值调一下，他就嘣就爆了。当一个白目小孩吗？一般充电电池。皮外壳，对啊，我主要是因为要种钻石那一些，所以才要养蜜蜂啊。我并不是说要养，要发展蜂那个蜂叶啊。就是有没有以为小雨会玩蜂叶？
啊！我们以为你会玩蜜蜂。其实我也还不知道吧。小雨，你怎么？原来这是你挖的哦！你怎么会这样挖啊？啊！你不挖一条一条的哦？对啊。哎呦，你们看到这一片很大片都我挖的吗？很宽敞。哦、你说这一片是你挖的？那你怎么隐形啊？我那花玻璃。因为我在吓人啊。这是我挖的啊！我那时候在挖那个矿猫，就一路这样挖过去。就挖开嘛，可恶！我不该在地狱用你用你的声音啊，没效果，早知道我用苦力怕的声音了。不知道哦，看来又是下人失败，失败。我以为可以录到那个你用你那个尖叫的声音，就没有。那他是录到什么？就是还没遇到人的时候。还是你要等他发射火球？有有有，我就是发射火球的时候点他右键的。哦，可所以他录到了，还是他普通的时候？嗯，哇，那我去录这个。哎，让我。嗯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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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师兄回来了。他都回来了，师兄。哎，我隐形怪看不到我哎。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假的？有这么好？你算全身隐形吧，那种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白水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还是看得到。对。因为我记得隐形药水那些对怪也没用、啊。对啊，要很近。师兄，你回来吧。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肥料够了。啊、小雨人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我在矿道里面。不是这个道吧？最左边。在想这还有可以烧更快的吗？什么会烧更快的？电炉啊，可能有吧。有吧？创、嗯、造拿出来。太快了！太快了！那是魔法吗？对，就出来了。嗯、也是魔法的。这个太快啦！太快啦！他之前会有塑料片吗？我找不到小有啊，他的炉子里就有啊。炉子，哎、欸，我前昨天哪一个炉子、啊、昨天才去找他拿的啊。嗯、哦，干嘛？我昨天才去找他进拿塑料片的、欸，干嘛、欸？吓你嘛！哎，怎么你怎么下载这个康乃迪呀？没有啊，有矿我就一路一直挖下来。哦，好了，我回去。手机经验值。嗯嗯嗯嗯。哦。哦，电炉会把经验值吸在里面。嗯，你要的时候再领。就是一个储存罐的概念。呦呦呦呦呦。嗯，很爱做储存罐呢。是谁呀、啊？你怎么都变寒冷的蜜蜂啊？我做果，我做果，果啊！啊，全部变成寒冷蜜蜂啊！爸爸，走开、啊！看到繁星啦！你要你的头颅吗？竟然被你看到了！哎，压缩机！哇塞，熊爸爸！藏的，我要寻藏的。被你发现了，那你要你的头颅吗？等我起码把东西盖完再来吧。太阳能发电，我选好，然后呢？我选好，然后呢？是因为我的右边机不够吗？右边机。又变鸡，又变成狗狗给啦。如果要专业玩风的话，嗯，哎、有人说他想要看到繁星的头、欸，哎，哦，可是你要怎么自己看自己？啊，你的对，你的对，你的对，啊，又没有燃料了，我要回家拿燃料。
我错了。你断，你断。你会死，你不要乱射，你会死。嗯，下不去。下来。哇，煤炭有加速升级。啊。给他能量导管。好，我要去养了，我要去养村民了。好 ，G 不是 G， 咦？好，哎呦，你出现了，对吧？你出现啦，回家啦，走啦。他们之后下酒就真的被炸都不会觉得怎样了。好吧，现在只能等他，现在电等一下刚刚要红石签订玻璃，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水力这个隐约的另外一种水力发电怎么搞欸。啊？怎么来一种水力发电？你有另外一种水力发电啊？你说那个增加 GP 能量的吗？我不知道欸。EU 这是走，它这是走增加 GP 能量啊，它这个没办法供应其他的那个电力啊。啊。嗯。供一下哦。偏要放漏斗吗？因为它会爆出来，所以要放漏斗吗？吃个好。如果不是 YT 颜值，我肯定下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出变种 EU 跟 RF 又不一样了。嗯啊，好。嗯，变种风是泰森，泰森变是 IC2 的这个吗？嗯，完了，扔掉一个皮革，扔掉。哇，需要什么？这里我忘记要干嘛了。哦，这个，这个，啊，需要田野雄风，田野雄风，好像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哦，对啊，超像的，田野大大，主要是田野大大，没有，我你好，我是田野正雄之类的。去哈吉家看一下好了。GP 是飞行戒指，对啊 ，GP 是飞行。对了，我刚才做另外一个戒指，那个戒指啊哈，我现在没事嘛，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个戒指好了。隔源铜子导管，铜电线，绝缘铜电线，电池箱。我记得是要先做。做小鸡指环，小鸡指环需要先抓一只鸡。说那个水力发电嘛，那个蛮简单的。对啊，那个有要配什么管线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啊，旁边流水就好啦。不是，那个电力要怎么给？啊，它是只要它是侦测范围的、啊，那个范围里面都会拿到那个能量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哪几哪个？是的。所以不用。哦。电线。那我不就可以？你是说你的还是我另外一种的？就我的这种啊，哦、啊如果你是要获得 GP 能量的话啦，我不知道你要获得什么能量。我只是要让我的自动钓鱼机可以钓鱼而已。自动钓鱼机，那应该我看一下你的自动钓鱼机是什么。好啊，你来看。你想挂自动钓鱼机？那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用鱼去交易啦、啊。哦，也是，轻松哎。昨天你们都走了，我就一个人在摸这个。嗯，
铜板、感觉隐约快要做出飞行戒指了。我要做出伪飞行戒指啊？为什么伪飞行？因为它不能 长久飞行，它就只能飞一下。哦、原来如此。摇摇欲坠吗？海边，海边。我可以抓你一只鸡吗？你拿鸡蛋去 啊！这锤子也太多了。你要现成的鸡哦，那你就拿。我先帮你繁殖一只，然后带走一只。种子，你种子在哪里啊？我箱子里不是有吗？里面箱子没有了吗？哦，这边我看到种子了。里面箱子就有了。来，你们先生一只。生了吗？哦，你生了，嗯、好，这只带走。好。为什么缺鸡啊？因为我等一下要做戒指会用到。哦，羽毛吗？还是我要它的本体？本体需要鸡 是用鸡炼成。它这个只能用这一种的啊？怎么？